你干嘛收我？你原来你爱听我这么久了，没有没有，就想说都会去欣赏一下。啊，去欣赏一下。那你有看到你有看到我的身材吗？有啊，有，很瘦啊。同学们，然后跟我在 YouTube 看到你都穿的少少的哦，啊，结果现场看到你有穿的这么多哦。我老公我讲那是因为季节的关系哦。不同角色啦，不啦，不是，哎，季节关系，这两摆寒人看到我，我就袂穿得这样。我都惊寒啦哦。好，来甲大家问好势哦。好，出台给大家这边小朋友，今年在播播出来，好多台顶大请在等好运，你来哦，谢谢。好，来继续安排。姜主人的爱，感谢。好，来姜主人的爱，来老公欣赏哦，然后两个人欣赏一下。为你一生，我再多爱。